好，下面我们来换提花片。我们先打开正门，铃声螺丝，拔掉销子，把要换的针提花片拔出来，往下使劲，再把要换的提花片放上去，插上针槽，用螺丝刀推上提花片的脚，往里压，把它压到位，再把针门关上。在关针门以前，要清理好，清理干净废针脚。先插好定位销，再拧上螺丝，完成。